这也太夸张了吧。哼，你还没见过更夸张的呢。人兽世界开服的那天凌晨三四点还人满为患，还有围观的，网络卡掉线了五六次。周围的几个网吧都是这个情况，有的网吧夸张到每个电脑后面都站着两三个等着的人。当时真的把我忙得够呛，三天啊就断断续续只睡了不到十个小时。哈，哎呦我操，忘记写作业了。原来公会里很交作业的就是你们班的呀。老三，你作业写了没？我写了，厉害吧？要抄吗？抄抄抄，明儿早回去拿给我，请你喝可乐。你这泡网吧都好几个月了吧？那是，我是 MT 嘛， DKP 都两个月全勤了。你是真牛逼，上课点到也没见你全勤啊。怎么没有？我现在白天上课，晚上七点到两点工会活动，都没耽误。你是白天学校里上课睡觉，晚上网吧里上班打卡吧？这游戏简直超出了认知，玩起来还有工会，还有积分，还有考勤，比去工厂上班都累。而且，就我们这个片区，因为这游戏新开了好几家网吧，也是每天爆满，太厉害。要说厉害，还是爸你更厉害，对吧？每次都能抓准时机，所以出的小电脑室都扩大成了大网吧。哎呦，你小子竟然还能夸我，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不会又是没有生活费了吧？峰哥，我说我爸厉害吧，你猜一个准儿。去去去，帮小丽把这几张海报贴了，别在我面前碍眼了。小东家，那边厕所的气味很难闻，经常有人不冲水，屎叠了好几层，而且每层颜色还不一样，顾客意见很大。峰哥，你别说那么详细，太恶心了。你要干什么？铲屎吗？那都不用，我上次给老板说过了，他说装几面隔墙，隔绝气味。要不你张罗一下？好嘞，没问题。墙底转角和接头地方用柱子，还有记得装门啊。知道，我又不是傻子。
顾客已续费。喂，爸，我看很多顾客都对我们家的显示器不太满意，太落后了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大头显示器？哦，这个事情之前小李也给我提过，但我想，玩游戏嘛，对显示器要求也不高。以前是没有对比，现在周边的网吧都用液晶显示器了，我觉得我们不用换最新的，换次一级就可以和他们拉开差距了。行吧。那我把钱打你账上，你张罗着换一下，但是你要注意点，配置高了维护费也会高。好嘞，我看其他的配置都挺高的，就显示器拖了后腿。放心，我来搞定。
由顾客已续费。由顾客已续费。由顾客已续费。有顾客因不满而离开，追责一身，请网管做好电脑维护。由顾客已续费。有顾客因不满而离开。有顾客已续费。喂，儿子，昨天一天感觉怎么样啊？还行吧，显示器基本上都换新的了，顾客都挺满意的。那我怎么听说咱们店顾客满意度不高呀？哎，就有些顾客玩个游戏大喊大叫，殴踢啦，引怪啦，还砸桌子，影响周围的人。我上去提醒，
周围的人虽然满意了，他不高兴了。提醒这种事情也讲究沟通技巧，你什么情商我还不知道吗？跟你妈一个样，张口不得罪人就不错了。哎呀，我已经很克制了。得了吧，有人啊给我推荐了一个姑娘。不是吧，你要给我换一个号码呀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姑娘是你大舅邻居二姨家的外甥女，刚好也在找工作。爸，这么复杂的关系网络你都倒背如流，厉害呀。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这姑娘我见过，挺机灵的，比你强。我把联系方式给你。你好看吗？你一天天的想什么呢？人家小姑娘家里不容易，学历也不高，之前在工厂上班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联系。好，另外提醒你一下，别让她去维护电脑什么的，据说她以前把她二舅家里的电脑弄爆炸过。这么牛，人才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
有顾客因不满而离开。有顾客已续费。由顾客已续费，黑色一身，请网管做好电脑维护。由顾客已续费，有顾客因不满而离开。由顾客已续费。你干嘛？没什么，我怕你着凉了，给你披件衣服。我不冷，谢谢。我没事，你休息一下吧，我去那边看看。由顾客已续费。由顾客因不满而离开。
有顾客因不满而离开。由顾客已续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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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强哥，我这是多少年没来网吧了，上次还是咱们宿舍一起报裁决的那次。哎，不过现在天南海北的，一年到头也聚不了几次。话说你这次出差来几天啊？就五天，这不是事情忙得差不多了吗？不然哪有时间找你聚。老板，开两台机包夜，要配置高的。别包夜了吧，年纪大了熬不住了。那不行，咱们现在两年没见了，走走走。哎，那两台机器。加房加房，磨叽啥呢？哎，等等，我电话响了。这都三更半夜了，你老板找你干啥？肯定没好事。挂了挂了。来了来了，哥哥哥哥哥，救我救我！哎，哎我去，你干啥呢？去，我接个电话。哎哎喂，张总，在在在。啊，方案要改啊？这不今天才敲定的吗？没问题没问题，明天上午行，肯定没问题。哎，好，那您先休息。伟哥，你这可不厚能啊，你不让我接老板电话，你搁这点头哈腰的装啥孙子呢？得了吧，我可不是孙子，我这是儿子，这可是我的甲方爸爸。哎，我就在这网吧改算了，起码有人气儿，估计又得一个通宵。还好我的方案在油盆里有备份，要不你先玩。别介啊，马上就刷新 boss 了，改方案也不差这点时间了，大不了我陪你通宵嘛。行，这把打完。由顾客已续费。黑色一身，请网管做好电脑维护。由顾客已续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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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这是什么？是20000块钱，两叠捆好的。你也不小心点，揣那么多钱在网吧过夜。太感谢了，这钱是我借的，舍不得住酒店，所以就在网吧凑合一晚。那你收好了，别再丢了。由顾客已支费。由顾客已续费。一些植物需要浇水。由顾客已续费。
色一身，请网管做好电脑维护。